回头打水满过了，就往回游水过了。车厢门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格勒蒙那个肩膀。海坛寺，海坛寺跟沙跑路的中间段，海坛寺刚走过去。大家不要说话，你们热不热呀？我现在打不了车，我这不是你能你现在能你能听得见我说话，你就给我报警吧。我现在打不了，你就说五号线。像不像拍恐怖片儿？这直接机器了，我车都翻了，还不记得路啊？那个车。战地记者来了，哥，你看这车。呀，我靠啊！我天哪！